圣教所谓现实法师讲师龙修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咱今日几海年十月七十依教奉行尊天法地来到亚洲，日本国也是咱台湾省客，这个是晋江太极天的空间的一个路径，就是在台湾到着这个点。台湾道场，这点虽然是谢谢，但是在虚空是无量的宽化，大无机会，小无机会来。大家虚空遐尼大，所以。咱维新圣教尊天法师37年来，为台湾的平安、世界和平，做几海年，2月7日开始升官，到今日10月70，相信天心。人心相会的日，所以要回到天心，把这心跟人合得上，需要成合的，就是太极天。太极天的天心是王禅老祖师尊所掌握。所转的法轮天地盘，这5000年来，才第一次在台湾，这一年台湾祖师的慈悲，诸佛菩萨的慈悲，为天下太平，守护这个地球。的平安，世界的和平，所以说成就的世界新宗教维新圣教，所以王禅老祖是太极天天龙教主，王禅老祖的智慧，也都是天的智慧。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灵性的智慧，王禅老祖大慈大悲，六甲诸佛
的目的，以台湾做基础、做基准点，吃起酒量的天心九龙条，在台湾八卦山，为什么信教还这个一间大学？啊，所在呢？一个点西山钓金针的点，也只有安尼，照法倒来，天地人三才合而为一，共同来以宗教的方式，啊，来消灾化劫，改弯世界。万灵归心，归入西方妖帝金木，牛牛木的妖帝，啊，今年做下，万灵归心，啊，所以经过的过程，每一时一工讲完了。啊，直直路直直行，到即马已经37年啊，真无简单。37年来人心，啊个天心已经合一，合在当下，啊在太极天的中站。日本代办赴咱的代办道场，这个点。所以，这是一个真正妙、真正狠的一个啊智慧。所以。咱伫台湾，啊，为台湾平安，世界都会平安，会和平。啊，台湾的平安，啊，这是咱众生所无法度理解。啊，所以今日咱为众生教。啊，现住东修，代表的天，代表的众生，代表的人，啊，代表的地下界，天地人，拢回心在当下，所以相信这天心人心合而为一。啊，这就是太极一心。啊，个多啊，都正。咱环北学院院长袁祥禅师，啊，伊有大彻大悟，清法，我咱在台办道场，这点是安那看呢？啊，这点就是禅的现。那禅的现啊，就是太极。啊，阴从左边团团转，阳从右边转转通。若人视得阴阳诀，何愁大地不相逢？这是天机，天机密。啊，咱众生要了解，必须要有好因缘。所以台湾道场的成立，啊，都是尊天法师啊所成立的，啊，也是由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啊来
出租买这个土地，啊来建设整理起来，啊这是天大地大的天命诶。咱唔好把这所在看作一般的工厂公司个徛家。啊，咱爱用哦武汉的方法，啊，爱一节的点，咱来做咱的铁路，啊，世间宇宙大地的这个道，所以一餐的黑。那产业一直失去的正中心点，就是当然下所画的这点，正中心点，哦，迄条太极的中心，就是现在罗素所坐的一个所在，啊，嘛是过于。咱所徛的这个所在，这天地正灵气，无限的宽阔，啊，也是世界和平灯塔，啊，在此要搁好发这个光明光芒，所以对于。台湾，罗素开始七十二天书，后尾等于太极天已经过，下节搏战就是台湾道场。啊，这是咱的为心信教，所谓天书中修。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是嘛？是咱的荣耀啊！所以，中国相信的发挥啊，这是台湾平安的一个点，世界和平的一个点。啊！而且日本啊，台湾岛礁啊，台湾设计啊，加消灾化劫，天下一定会太平的。鬼谷先师，昨昏啊，韩国。大选尊理会啊，派两位代表啊来遮，今日要十点要接，到点要接班啊来回心啊，十点的时啊大本教啊嘛是来遮回心啊，尤其到最近。韩国跟日本的对峙，前锋、武器啊，无真正的爱心的地位，造成韩国啊跟日本的战争，犹如中国跟日本八年的战争，啊，这个弯。这个字，个个做一堆。那王禅老祖、大慈大悲、台湾祖师、诸佛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药师金母娘娘的慈悲，啊，要透这个角，一些爱伊宗教的宗教的人的心爱来包容。尤其爱一道，
啊，中华文化一道一修行一心一宽宽，来稳赚这个世界和平，稳赚这个台湾世界消灾化劫的天命，啊，才如愿。虽然今日伤心，才开始尔，但是啊，大地阳光普照，这予咱的信心啊。所以咱台湾道场有维新弟子啊，延齐法师和严家讲师。啊，夫妇两位在这里锻炼的，咱的维新现实地主有缘的，啊，都来共转这法轮。啊，咱唔通勉强，啊，老早会甲咱开始安尼行，一卡步一卡印，啊，咱先。这个田里，各户爱有水，啊，各户爱会当平安，啊，这多发世界都会和平，啊，台湾都会平安，啊，所以今日为金信教咱所有现主地主法师，是代表的是世界的人。台湾的2300万人的这个爱，一个慈悲，哈，来到咱台湾道场，哈，人力、智力，哈，咱这个心来行这道，啊，要是风水已经风水宗教三项合作一。这即是世界和平、台湾平安的一盏明灯啊！所以今日咱的相识，真是啊，哈、啊！我代表啊，咱做维新宣告，下加天意，讲这何国的了解、理解啊，祝福到咱。各位现世同修，啊，咱对台湾辛苦来到这，啊，咱大家的爱心、的慈悲心，上天、诸佛菩萨，啊，一定会保护各位的平安、各位的健康、啊，幸福与光明啊！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